如画，你在看什么？妈妈，你看，你看里面的钢琴和妈妈的一样，爸爸也是从这里买的吗？实在对不起，没有忍住就弹了。没关系，喜欢钢琴的人都受不了这么好的一台钢琴的诱惑。我以前有一位朋友，他比你更着迷。哎，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。梦中的婚礼这首曲子是我妈妈最喜欢的，我要把它献给我妈妈，因为我的音乐梦想全都来自于她。哦，是不是在那个捐赠仪式上，你弹奏一首《梦中婚礼》的那个女孩？嗯，这支曲子是我一位故友最喜欢的一首，你演绎的不错。谢谢。虽然你是个学生，但是由于秀秀钢琴基础不好，而且最近她赶走了不少老师。你们年纪差不多，应该可以沟通的。这样吧，你留下来当他的家庭教师。太好了，我一定会尽力做好的。你父母做什么的？我母亲以前是学钢琴的，她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够拥有这样一架白色的三角钢琴。那她的梦想实现了吗？我马上到。哎，给你两个选择，随你选哪个都可以。一，拿了钱就走；二，留下来让我折磨你。我想留下来试试。那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哦。看见他的时候，我就决定留下来。如果说每架钢琴都是演奏者的爱人，那么他就是所有演奏者梦寐以求的伴侣。看样子你很爱钢琴是吧？那我来告诉你我是怎么爱他的。你不能这样，钢琴是有生命的。你有病吧？你可以不爱他，但是你不能伤害他，折磨他。如果有人用这样的态度对待你，你会怎么样？所以你要像珍惜生命一样珍惜他。那好，我来告诉你我会怎么对待他。我会把它当空气一样，当它不存在。我说你怎么还没走啊？让出！
想出去是不是？其实你并不讨厌弹琴，只是对你父亲的做法有些不满。那我现在也给你两个选择，一是你好好学琴，我有办法让你出去；二是你也可以选择不好好学琴，最多我明天不来就是了。好啊，那你就继续当我老师，但是我现在就要出去。今天没有时间了，如果你真的想要出去的话，你就要在一周内学会一首钢琴曲，我那样才能让你出去。而且你要认真的学，我才肯帮你。当然了，如果你连一周都不愿意的话，那么将来的一个月、两个月，甚至更长的时间，你就没有自由了。我凭什么信你啊？你有什么本事让我出去啊？那你是成交还是不成交呢？好，成交。婆婆，我先走了。看到你和陆源一起，不可否认我心里的那种失落，但作为哥哥，我为你感到高兴。婆婆回来了。好，秀秀这次是飞跃性的进步，不错，真的不错。陈总，下周我们音乐学院正好有一个培训课程开始，最好让秀秀做旁听，这样两者同时的话，秀秀的进步会更大。好，有你在我就放心。你呀，好好珍惜这次机会，不要再玩什么花招了。不过呢，我还要如画继续做你的家教，这样我才放心。知道啦。哎，这次我要好好感谢你，只要你别乱跑，不给我添麻烦就行了。放心吧，上课。我这车怎么回事啊？肖同学，下去帮我看一眼吧。哦，肖同学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就不送你了啊。